夜猫换大只的僵尸了，太会了吧！黑名单他，真的不要研究成这样，没有游戏体验。再见了各位，哎，我要死了，出来吧，两只兔兔都不能招，都不能招，招不出来。啊！血好多，就是他偷到别人血啊！哦，哎，哦，哇！繁星的兔兔要攻略成功，兔兔加油！太多啦！太多啦！打不掉啊！打不掉啊！哇，太多狼了吧？太多狼了啦！打不掉、啊，很多人还是很多狼啊！狼狼狼！太多了，弄不死啊！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弄得死弄得死，弄不死啊！哇，兔子要死掉了！兔兔啊！兔兔死掉了！哇，有那个加速的，加速的这个啊，加速的渡鱼，加速渡鱼啊！中介门，它扭动的好可爱啊！哇，要被繁星攻破啦！啊，什么鬼？你在干嘛？哦，他在瞬移，他在瞬移，还没守着，好小游戏。他在瞬移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大家再见，大家再见。TT 守塔。嗯。啊！死掉了。哦，繁星，手下留情。阿纪，手下留情。我好像什么东西？这是感觉是一群人在互打吗？我好像也没有玩多久哦，好像四个人耶。有新手啊，没加入新手，太多了啦，繁星这太扯了，守不守得住？繁星都是囤一堆耶，不是我囤一堆，我有买东西，买什么东西？啊，就是一直招怪啊！对不起，我是不是讲误会了？来不及了！哇哇哇哇哇！哇，我剩14滴了，我是要被攻爆了。你差不多了。蓝色。哇，繁星这个这一波，杰克要掰了。对，我快掰了。哇，他这一波中间满过去，你就差不多了吧？八滴，他剩八滴。Everybody，Everybody， 他剩八滴。这羊跑太快了，小羊跑。啊、这只羊你应该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黄队血很多，黄队是谁啊？繁星、啊，按 tab。繁星啊！夜猫召唤兔子，揍他，打他！哇，繁星又一波来了！哇、哦，现在好，感觉还守得住，还行还行，你剩四滴了，守得住是吧？好好好好好，不要！哈哈哈哈哈！繁星这一波，哇！不是我说的，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哇哇，肉好多，肉好多，哇！我惨了，我惨了，我惨了，满满的兔兔。哦，好了，我差不多了，我也差不多了。这差不多是怎样？要赢了，我盖好了，卡了啦，画面。哇，血的二七，哎呦，我的血，哎呦，这一波。嗯我的发！哇，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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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一波超大！哇，是呀、啊！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哇，这二这是有十十多滴吧？杰克，你快死好不好？哦，五滴，哇！我撞回来，我撞回来了。我要稳住，我要稳住。哇，稳住啊，稳住啊！他就要爆了，他就这一波要爆了。哇！好了，杰克，不好意思了，我把钱花完了。好，你把钱花完了。你花花花，一二三，看我守不守得住。最后五只，哈基就最后五只就只剩五只了。哎，四只，哈基剩一滴，剩一滴。杰克，我要偷你的血嘞，补我的血了。偷，给你偷，看偷不偷得到。不、哦，我的绵羊。我看杰克的画面。绵羊挂了。杰克在哪里？杰克，我在你这边买。哎、我要挂了啦！哇，绵羊冲进去了，绵羊太痛了，太快了啦 ！hold 不住 ，hold 不住！哦，照太照太少了。哇，这个好难啊！你还招兔子啊？你还打兔子啊？哦、不是我打的。哇，两只被打爆了！绵羊冲出来了！绵羊冷静，他过不去吧？应该过不去吧？欸、这真的很刺激耶！繁星该来一波大的喽！繁星大波的，大波的，来一波大的喽！大波这个吧，嗯。我要打也很难吧？欸，不好说，我今天就不好说哦。我们等着你反败哦。对啊。哇，这两只，等一下，这两只血量29000，好硬哦，这两只。17000，两只好硬哦，这原本血量多少？这两只太硬了吧？哇塞，这只还有5000，那只还有多少？放过了，9000。他这样子也算一条命吗？还是送回去？而且又拉回来，哇！又变成四只，哇！这是慢慢投，哇！要越多了，要越多只了。Enderman 是可以把它传回去啊。对。哦。拉回去打，都让我增强一点。好猛哦！哇！一波大的来到了，来一起。大波的来了，大波。看一次才看得懂。大波的来了，那女巫的伤害是什么啊？啊，是破防降防哦。所以这是集中塔是吗？嗯，对。哦，史莱姆弓箭手，好像枯弓到后面可以升级成狙击手，可以升机枪跟狙击手。机枪，对。哇、哦，那玩到多后面啊？所以你看右边时间啊，他给你1小时玩呢、欸，现在47。46 好哦，有没有快速升级的方式啊？就你点你拿经验品点那个它下面的方块。可是它已经是那只而已，不是吗？哎、欸，不能说全体。害我还慢慢升，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。嗯，要可以这么便捷？我想要打开那界面，吓死！啊，在哪？铁装之后就可以再选择了，对，三阶枯弓那个铁装的可以再上去就变四阶，狙击或机枪。哎呦，啊！我现在影符，现在繁星经济应该是1万多了吧？4万。4万？我跟你讲，我经济多少？5000。太惨了吧！4万，哇塞！哇，这史莱姆好高层哦，4层。第一个牛太惨了啦！哇，繁星的也太强了吧！繁星还在累积，还在累积。我怕被他推哦，真的会有被推翻的哦。我今天就推翻过一个人。嗯、哦，你后来有在去玩啊？啊，今天下午玩了一下。嗯，
天哪、啊，我射五滴耶！你怎么你维持五滴很久了？对啊，对啊，好猛哦！不要被推掉。哦，那个缓速塔好缓哦。哇，看杰克这边比较刺激。对吧、啊？不要来看我这边，不要来看我这边。现在那边真的是第一个转弯就打完了。哇塞，第一个转弯就打完了，你要不要来看啊？哦，经济可以差太多了。那个在你前面就是要一直疯狂狂放那个。对啊，昨天、嗯、他们就在。第一波就要狂放。哇，前面好猛哦！可是你脚第一个没有守好就下去了，对吧、啊？氪金跟无氪的差别，真的。哇，有马了！竟然存到马了，太扯了。马一开始几多少血啊？我看一下哦，血吗？我不知道。十几万啊！是两万四吗？应该不止二十四万哦。我记得马不是最后那一个的吗？没有啊，最后一而已啊。什么时候可以叫一而已啊？我现在可以叫啦、啊，可是叫那个没有不划算啊。到那个他不会给你硬抗。对，你只是花钱来个很厚的肉盾而已。你就跟那就累积一波，然后一时那个十只一而已。所以想看吗？哦，来了来了啊！出来了，五十万血量。可是你又一走好慢哦，很慢啊，他只是个肉啊，好慢哦。就你后面的那些招出来都是直接超过他就被打死了、啊，所以就要这样子玩啊！不要、哦、哇！啊！我现在是被压着打，我天啊！守不住了啦，这个守不住了。哎，有多累积十万，你直接把它传回去，传回去重打一次。他完全都是在靠传回去。第二只，那没办法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哎、欸，那边放在后面，你其实蛮强的哎、欸。对啊。一直丢回去打。对耶，那边这样这一招蛮猛的。那就是要召唤一堆，召唤一堆很小量的那种的，让他 enemy 对太多了啦。哇，杰克就整个是你就不想输，打死死打死都死不了。我现在就是你，对，我现在是硬盯，这是硬盯啊。那个 enemy 好像冷却60秒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我哎呦过去喽。开始过去了哦，过去了。哦，因为那边冷却的话是拿个东西表示去。没有没有，拿东西是升级。啊，升级哦。哦，又被传回去了。又传回去了，升级是干嘛？降冷却啊？应该是降冷却，我刚没有看，来不及看啊。我帮你看。哦，你帮我看。我不能放你的。2:45，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哦。哇，铁巨人冲很快啊，冲过去了，哎，又被扫回去了。好忙哦，这个路。这个真的打不死哎、欸，打不死的小强。哇，你是说怪物还是杰克？对啊，杰克啊。哎、欸，我的使命在玩嘞、欸。打不死的杰克。现在是你没有你，不是你现在是被玩。然后我们一直很期待看到你被玩，可是一直都看不到那画面。环境那个准备，那画面准备好了吗？哪个画面？不行啊！就是我现在在囤钱，还在囤呢、啊。哦，对。哎、欸，村民要过去了，哎、欸，被闯去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一只跑过去，有一只跑过去，有一只跑过去，哎、欸，有一只冲过去，冲过去，一只，叫你过来走进去了。不、oh. ，哎呦，还多放一只，多放几只。哎、欸，我放满了哎、欸，放满了，不能放了，有满的、哦，放了，我满了，80只。
哇哦，塔还有限制哦！天啊，还有上限啊！好吧，该卖塔了。安德军加油！安德军、啊，我的妈！太晚了吧！你狂疯狂升安德的等级。哎呦，又走到最后一个转角了，要走过去了，拉回去。拉回去，走去了，拉回去。最后个转角，最后个转角，转角。哎，哎呀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哈基哈基准备了，看看看看杰克是谁。好，准备了。哦，来，够吧？钱不够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、哦。又走进去一只，又走进去一只。不，钱不够哎、欸欸。有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是哪一只？什么东西来了吗？苦力怕。铁巨人冲过来了，铁巨人冲过来了，看到这高压口令炮，铁巨人过去了，村民要走进去了，村民要走进去了。啊，我那个骑马的准备出现，没了，出来了。哦，他这个还可以别人观战哦，你也可以直接走、啊哦，你可以在旁边一直看啊。不是，因为我们的打字框有别人的打字、欸，不是我们组队这里。那个是夜猫吧？没有夜猫，刚不是啊，没有，有其他人、嗯。对啊，有其他人啊。灰色的字，所以我就很好奇，为什么会有其他人？啊，跳出去了，跳了，很刺激又好玩，好玩，真的好玩，新游戏战、嗯，对，哦，最后在50万，今天就这样啦。这个你说的游戏叫什么、啊？TD 好 ，TOWERWARS。Tower Wars 哦 ，Tower 对，啊，棺材啊，可以买，已经在研究外面的金币。等我一下，我关完台再来听。哦，他还不能买。好了，今天 UHC 结束了，就是击杀王，谢谢，感谢大家收看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咯拜咯拜咯